棚呢？我搁外头呢，再有几分钟也就啥，现在啥情况啊？还是不联系。那我给教那些招用了吗？那也用不了，不好。用不好使啊。这位民警叫傅大河，是辽宁省北票市公安局副局长。2021年7月14日下午，他驱车来到了北票市五间房镇橙子地村一户村民家里，在跟女主人王秀艳聊了几句之后，傅大河接过了王秀艳的手机。你爸，你当那天我教你没学会，从长安回来这一道我教你那东西，他本上小化石小子拿着给你说，你就给他邮过去，这是他比如说家乡的东西。让他想啊，我家乡这还有这好东西呢。那小化石小鱼化石的，你说这咱家乡的带有矿那个，你说你没啥事你就搁到你桌上是吧？搁到住室桌上，或者搁到那个办公桌上，你办公的是吧？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傅大河查看的是王秀艳和他大儿子之间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近两个月以来，王秀艳经常给大儿子发微信，但是他儿子的回复却很少。那么，王秀艳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情？母子两个人的关系为什么看起来有一些生分呢？一起进入今天我们关注的事件，了解他的来龙去脉。四名儿童接连失踪，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人抓不到，孩子找不到，你说别的都是徒劳，所以说你没法面对他。20多年骨肉分离，回家的路为何如此艰辛？咱们就是说认祖归宗吧，咱们就说他也就是满心满意足。一线心愿未了正在播出。王秀艳和儿子的关系变得如此冷淡，起因是1993年10月12日，这个家庭发生了一场变故。这天一大早，王秀艳像往常一样出了门，丈夫老冯也早早下井采煤去了。那天走下是他说干啥去了？我卖菜呢，那时候我卖菜。都是为了谋生，都出去打工，完了或下井采煤，完了孩子自己在家。这孩子吧，也在家吧，他也就是在附近玩，就在家附近。因为惦记给6岁的儿子冯彦军做饭，临近中午，王秀艳匆匆赶回了家。你卖菜的地方离家有多远？离家我们家就从这个，就从上面，还有个几百米。反正就是要是骑车，啥10多分钟就到了。王秀艳说，儿子冯彦军很听话，自己外出做买卖，他就一个人待在家里，也不会乱跑。都是自己从家玩，完他走前钥匙得自己老娘脖子上挎一把钥匙。然而，王秀艳这天到家后，却发现儿子不在家中，他以为儿子去邻居家玩去了，但是等到了天黑，儿子还没有回家。突然就那一天就没回来，完了就发动。他们亲属朋友就找着孩子，一直找到晚上就9点多了，也没找着孩子，完了就是去报案了，就是我们找这咋都是他找不着，男的去找啥找，反正那阵在精神上和我的精神就精神始终是崩溃的。冯彦军失踪的时候刚刚6岁，都是内蒙的这边，就我们都往内蒙那边找，就是咱们北票，咱沈阳这东北三省基本上从这边。93年，当时咱们就是前辈这些美女也做了很多工作，当时但是那种手段太单一，第一没有视频资料，第二交通也不发达，就是只有通那么几趟车，北票的地方只能是靠调查走访，完了找他亲属这些朋友啥这就询问这事。儿子失踪后，老冯便辞去了矿场的工作，每天骑车外出找孩子。他本身我对象，咱们说的没遇遇的完，基本也差不多。
像我们家干活这个最直类的活，就家务活啥，孩子做啥，这个他也。他爹要精神，要精神，要又抑郁了，就是就跟疯似的。一会儿找我，又找王小叔子去骑车，老找这个让子去整孩子。那谁有啥招啊？你我们也整不起来，是吧？王秀燕夫妇一直没有搬离自家的这个老房子，他们总是期盼着有一天儿子还能凭着儿时的记忆找到自家的家门。在亲戚的帮助下，老冯在邻街的家门口干起了修车补胎的生意。但始终就是转着转着来，就是就想想，是我最期待的是燕军我家儿子是回来。当年冯燕军的失踪在周围几个村子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就在半年多前的3月14日下午，北票市城关街一名4岁的男孩孙玉龙也在自家门口丢失。嗯，我儿子就在这条街门前丢的，就在这个位置玩了，经常在这地方玩，就在这地方丢的。那天是星期日，等待出来喊的时候，就孩子就没有了。我没寻思丢，我寻思上谁家串门了，我们家跟前我就都走到了，没有。我呢那功夫就崩溃型的就爬炕了，我的家人就替我找的。脑袋小的我儿子突然间能从门外回来，就是四处寻找吧，还打听他邻居，其中有个邻居吧说他看见就这个有个大个男的挺瘦的领着他家孩子了。就当时孙玉龙的母亲根据邻居提供的线索，曾经怀疑过附近矿区里的一个人。其实这个人他一寻思就是大个儿挺瘦的，就是这个惠某。完后他就孩子失踪之后，他去过来，他去找这惠某了。而且孙玉龙他妈和怀里也认识，也熟识。那个孙玉龙他妈就跟那个问回怀里了，说我孩子是不是你也找走了？他说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去哪儿了。完了。也没有确定，就是找了一下子，完了也没有就可靠证据，我就拉倒了。一年之内连续发生2起儿童失踪案件，警方承受了巨大压力，案件调查工作迅速展开，却始终没有进展。1994年5月22日和9月16日，北票市再次发生2起儿童失踪案。破案的时候就说9月16号的孩子丢了，自己找了3天找没找着，所以报案了。从1993年3月到1994年9月，不到2年时间，辽宁省北票市有4个孩子失踪。孙玉龙，男，4岁，1993年3月14日下午失踪，失踪地点辽宁省北票市城关街。冯燕军，男，6岁，1993年10月12日下午失踪，失踪地点辽宁省北票市五间房镇橙子地村。周思朗，男，5岁，1994年5月22日下午失踪，失踪地点辽宁省北票市城关街。张金虎，男，7岁，1994年9月16日下午失踪，失踪地点辽宁省北票市某小学附近。所以那个时间段，就是那个孩子家长啊，明显就看到这个啥呢？放学之后到学校门口的家长多了，接孩子多了。啊，都怕自己孩子那个被拐走，啊，被拐卖。4起案件发生之后，辽宁省北票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对失踪儿童的去向展开调查。调查中，失踪儿童张金虎的母亲向警方反映，自己的男朋友惠利同时也不见了。有就这孩子的同学看见过，说有男的有时候给他买吃的。就是咱经过就是孩子失踪的调查，完了后来一分析这人是谁呢？就说就是这惠某，因为张金虎的父母已经离异了，啊，就是张金虎的母亲跟惠怀丽在一起生活，啊，就是说在一起就是男女朋友吧，就是在一起生活，而且是那个他放学还去接他呢，他说就这段时间对他非常好，而且呢孩子没了，惠怀丽也没了。这个惠利正是在孙玉龙失踪案中孙玉龙母亲曾经质问过的那个人，惠利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警方立即围绕惠利展开调查。孙玉龙其实失踪也是怀疑到惠某，
哎，也是怀疑，所以他俩就传遍村，就是嫌疑上升了。通过另外几个孩子，就是说失踪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段，啊，后海里在那个区域都出现了。四个孩子，就三个孩子都是家，他都是跟那个什么家属、孩子家属都熟悉，有接触过程，这还有接触过程，啊，这他作案一个特点，专门那个奔着最熟悉的人，还家孩子下手。经过调查，警方认为惠利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啊，通过这些案子，啊，基本上跟惠利的北漂拐卖上已经露出马脚了。之前他就干过，就比较隐蔽。内功我们就确定是那班，就是说是他了。北漂这么大地方，就是说得都班对班的，认识，路过还打个招呼。没想到是他，没想到我身边的人能做出这事儿来，就以为是外地来的人贩子给拐跑的，没有防备。孩子失踪十几天之后，失踪儿童张金虎的母亲崔艳芳收到了男友惠利寄来的一封信。小崔，咱们长话不说，就说你办的事儿可真够意思，你可把我给坑苦了，让我有家回不去，而且让我妹妹还受苦。咱俩在家是否说好，而且还商量我把楼房卖掉去下府盖房子生活，把孩子要过来，你说不给，我想先把孩子藏在朋友家，等以后领回去，没成想你办得太绝了，让我能回去吗？有脸见人吗？你自己想一想吧。惠利还同时给警方寄了一封信。那谁，我们听他这个叫刘队长接到一封信，他这封信内容大概都是，就是说那个孩子被他领走了，他为了啥呢？为了想把孩子藏起来。崔总逼我去登记，我说等我出门回来再登记，可是我想既然我俩相爱了，我得把他的孩子藏起来，等以后再领回来，事情就是这样。惠利在信中解释，他正在追求崔艳芳，也很喜欢崔艳芳的儿子张金虎，但是他担心两个人一旦结婚，崔艳芳的前夫会抢走张金虎的监护权，所以提前把张金虎藏了起来，这种理由当然很荒唐。惠利时年35岁，离异，北漂市关山煤矿工人。一年多时间涉嫌拐卖4名儿童，显然惠利一人是无法办到的，在他背后一定有一个负责转移被拐儿童并寻找买家的团伙，找到惠利就能够找到这些团伙成员的下落，继而找回被拐的孩子。那么惠利去了哪里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一封陌生的来信，是藏匿还是拐卖？阴谋揭开嫌疑人背后的罪恶。一线心愿未了继续播出。在确认惠利的作案嫌疑后，警方对他的去向展开了调查。当时他已经离婚了嘛，围绕他这个前妻、孩子、妹子，是吧？那个他妹子都在卡索，啊，我到卡索围绕他妹子做工作，就反映出当时惠海丽带着一个7、8岁的小孩，啊，7、8岁小孩，也反映出就是这个，跟他一起生活这个女的孩子，根据咱了解吧，他那个妹子和妹夫说。9月17号，这惠某确实领了个小孩儿到他们家去了，而且他们问这小孩是谁呀？惠某说是谁的那个崔什么呢？到他家待了一天，晚上就走了。就在民警围绕惠利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的时候，1994年10月11日，山东兖州警方发来了一条协查通报。电话通报说是惠某在山东兖州，是吧？拐卖一个儿童之后，外逃，其他呀同案犯全部抓获，总共是5个人，就惠怀这一个人逃跑了，那4人全被抓着。山东兖州警方的协查通报中显示，在这个有组织的拐卖儿童团伙中，嫌疑人惠利起主导作用。
在涉及到山东多起拐卖儿童案中，惠利先是控制流浪儿童，然后利用流浪儿童实施作案。因为咱大人骗可能骗不走，他让十多岁的小孩骗，就给他骗出来，说我领你玩去。完之后，带两4多岁的，再跟那个10多岁的小孩一起把孩子领出来的。完，他直接就是把孩子，整到车上，完开车就直接去那个福建了，就是就到车站，就是。他在山东是那么骗的。咱们也派民警，是吧？到山东兖州，从当地警方联系，是吧？咱们试图通过他的那个同案犯了解那个惠某的更多信息，咱们也是为了尽早的抓获惠某，啊，找到咱北漂失踪的儿童。然而，警方多番努力后，案情依然没有进展。当时办案民警也确实是，也是这个辗转的多个省、多个市，后来咱分析他是不是什么进监狱了，或犯罪了，重新犯罪了，或者是死亡了，这咱都考虑过，因为杳无音信，这年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们最怕面对的是啥呢？被拐卖儿童的家属来到我们这来，我来看一看我们孩子丢那个案子有没有进展，那个心情不好啊。因为啥呢？你跟受害家属说什么？你案子没有人抓不到，孩子找不到，你说别的多徒劳，所以说你没法面对他。惠利潜逃后的20多年来，北漂市公安局一直没有放松对他的抓捕工作。2021年案件侦破出现转机，专门对这个案子进行从头来从头分析啊，借助现在的人像比对呀，轨迹查询，再就是说，DNA 数据库各个方面，咱们能用的手段，全都用上。因为他那个户籍档案，他的照片不清晰，咱这个又跑那个派出所翻那个户籍底卡，就是他有那个纸质的，挺会打的，在那儿咱嘎一个个翻，到最后淘到了一张。惠利这张相对清晰的户籍底卡照片，让专案组的调查工作见到了一线曙光。通过一个多月不间断的这个比对和研判，通过那个在咱们那个数据反馈的1000多个结果里头，就发现这个贵州籍这个罗恒，就是从年龄、长相，包括户籍轨迹啊等各方面，与惠某高度吻合。专案组立即前往贵州对罗恒展开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了更多疑点。罗恒的长相、身材和家人之间差异很大。从那个遗传学的角度讲呢，他和他们长得都不像。其次呢，这个罗恒，明显南北方的人还是有一定差异的。而且20多年来，罗恒一直生活在北京、天津一带，从来没有回家看望过自己的父母。罗恒的父亲年过八旬，卧床不起。谈及儿子，他说罗恒曾经失踪过一段时间。这个罗恒是69年出生的，85年因为他智力有点问题，85年就失踪了。让罗老汉没想到的是，失踪10年后，儿子罗恒突然来了一封信。95年左右突然接到一封信，说就是我是你儿子罗恒，我现在在北京，是吧？而且当时就信中就夹一张照片，让他给他办身份证，当时一带身份证嘛，让他给办身份证。因为他身份，他毕竟离我现在啊，在哪块没有个身份，到哪还没有身份证，寸步难行的啊。除非是他永远在偏远山区，他不出来，他也得有一个身份。哎，当时谁这个罗老头啊，那个接到封信之后非常兴奋，说丢这些年的孩子找到了，是吧？完了过一段时间，这个罗老头就带着他的姑娘到北京见了这个罗恒。见面后，罗老汉记忆里瘦小的儿子已经变了模样。罗老头呢，他也就是确认说这个就是我丢的孩子，而且呢，他是这个罗恒啊，咱这个就是惠某，他就是说失忆了啊，头些年失忆了，现在我头些年不智力有问题吗？说好了，我好了，个儿也长了。惠某就是以这老头儿子的身份活着，完了之后，这老头给惠某办了个身份证。而且这罗某呢，当时我们那个民警见到罗某，这个罗老头啊，他那个还深信，
就这个惠某就是他儿子。对于惠利是如何取得罗恒的身份信息，办案民警也有诸多猜测。这个罗恒是个智障人，他就用利用智障人进行那个拐骗孩子，然后到他手之后他再拐卖。这个罗恒是不是他也利用过？2021年2月5日，辽宁警方前往天津对惠利进行抓捕。罗恒叫啥名啊？罗恒啊，罗恒。来，一个公司在公司的货柜仓库，他在这当门卫。当时他那当门卫还给别人就是测温什么，那时候是疫情期间，在那干那工作呢。当时咱们就给他抓获。我说你哪儿的人？他说四川。我说你口音东北的。我说咱们口音不一样吗？是吧？后来还经过那个，也就是20几分钟吧。咱也不教育他自己就承认来了，我就是惠某。据惠利说，他是无意中了解到了罗恒的家庭情况，于是便冒用了罗恒的身份信息。不过他的说法是否为真，因为缺少相关信息，警方至今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他接触了罗恒，他也应该有目的性，是跟他作案还是利用他身份？他既然利用罗恒，应该咱们分析罗恒应该已经不在人世。要让他很难那个利用他身份这些年的。惠利交代，1993年至1995年间，他伙同他人将5名儿童拐骗至福建省莆田市，其中就包括辽宁省北票市的4名儿童。他交代说，这孩子们都是卖有8000的，有1万的，有12000的。就是我们找，就虽然嫌疑人抓获了，他交代了，就找这些儿童，就是费了很大的努力，就是因为不好找，这因为都是年龄4、5岁就被拐走了，现在都30多岁了。2021年2月7日，专案组远赴福建莆田，将另外2名嫌疑人抓获。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当年与嫌疑人交易的下线已经去世。寻找被拐儿童的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你把嫌疑人抓到了，孩子呢？他拐的孩子呢？这个你找不到，你对咱们就是当时那个受害人家属怎么交代？对吧？他不像说是说那个咱们命案杀人了，那人死了，啊，咱们把杀人犯抓到了，啊，交付审判，该应有的处罚到了。但是这个是当时是把一个活生生的小孩他拐走了，家里的父母在眼巴巴的瞅着呢。福建省莆田市有300多万人口，再加上方言沟通不畅，来自辽宁省北票市的民警想要通过走访找到当年被拐的4名儿童难度很大。还好早在2009年，警方就已经为被拐儿童的家长采集了血样，并且呢将相关的信息录入了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那么依靠现代科技的发展，警方能否为翘首期盼的家长找回他们的孩子呢？寻找被拐卖儿童堪比大海捞针，家长翘首以盼，至亲能否团圆？一线心愿未了，继续播出。2021年3月9日，北票市公安局专案组民警再次转战莆田，在当地公安的配合下，对重点地区展开新一轮的攻坚。经过20多天的查询比对，最终排查出多名疑似被拐的儿童。咱们第一个是。就是张金虎那个家庭啊，这个是在省厅的帮助下，然后咱们那个通过 DNA， 然后确定他在那个福建，然后这个通过进一步采集他的血样，然后和他的父母进行亲缘认定，然后认定上这一个被拐儿童。这是等着我栏目里的一段视频，在前往认亲现场前，几名孩子的家长都非常激动。
要我现在这眼睛，你不管干啥，我就戴上镜子，花了呗。心情不好啊，就哭呗，哭就眼睛就花呗。我自己身上掉下肉，不找不现实。一到解解年，完我特别哭，对不起我儿子，当父母的没尽到责任，儿子丢了就是错了。带这么事修点鞋垫，孩子不想话就拿垫去呗。四季平安，四二年的事，别看修了还不知道能垫不能垫，就这孩子多大脚我也不知道现在。这是一，这是相伴一生，这个是好运年年。那肯定要得领发去，不能说这么多年没见让我儿子见着，哎呦。他这个妈咋还疯了似的？欢迎我们共同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朝阳行动期间，辽宁省北调市公安局侦破了汇款利拐卖儿童案，将北调市被拐27至28年的四名儿童全部找回。2021年5月8日，在北调市公安局会议室内，一场认亲会如期举行。北票市被拐四名儿童中，周思朗、孙玉龙、张金虎三人在时隔20多年之后重返故乡。我儿子，儿子啊！然而，在四名被拐儿童中，王秀艳夫妇的儿子冯艳军却没有出现在认亲现场。他天生就是非常内向，也不爱吱声，也不那个啥。他也知道自己是被拐的，但是就是当时可能就是碍于面子吧，也是。这点心还是有大的点啊。我说是出了啥差错是什么？为啥我们在钻井口回来了？他们说，他说咱们不回来，那咱们就说的没办法。他们那几个人，我把那个景旗啊都做好了。当时那孩子回来之后，进那个认完亲之后把锦旗赠给我们，但是锦旗一直在炕上放着，没有机会赠。看到其他三位失踪儿童和父母团聚的场面，王秀艳心里很不是滋味。大伙出来人都问我，为啥你家还没回来？那你说我也是挺尴尬，也是不话说的事。有些时候说啥呢，恨咱一年，那也行，可能小时候为啥把我儿子找到了却不愿回来相认，丈夫老冯似乎在精神上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我对象呢就是一心想让他，就是说不是说真正说咱们说回来咱北票是怎么样就行了，看看他就回来，咱们老就回来，这个是咱们就是说认祖归宗吧，咱们就说他也就是满心满意。孩子认亲之后啊，当天晚上我到他家去了，心情那啥，心情非常复杂，好像就别人家孩子回来了，我家还没回来，崩溃。你说再人生还有几个28年？他再等他28年，他我们都没了。是我们是希望他是走了。作为办案民警，此情此景让傅大河内心很不是滋味。经过进一步调查，傅大河了解到冯艳军并不是不愿意和亲生父母相认，而是怕对养父母造成伤害，所以才左右为难。于是他决定想方设法让王秀艳夫妇和冯艳军见上一面。因为不见面可以说是一种打击太大了，找到了孩子没回来，因为啥没回来是吧，得让他们自己去说，让孩子跟父母去说，是吧？咱们怎么表述没用，所以说我们决定，他既然他不回来，我带着父母
到上海，让他们母子团圆。经过多方努力协调，在傅大和的带领下，王兴艳夫妇终于在上海见到了他们日思夜想的儿子。从上海回来后，傅大和给王秀艳出了个主意，让她隔三差五就用微信给上海的儿子发一些信息，包括他们夫妻的近况和家乡发生的变化，以此逐渐拉近亲人之间的情感。不过由于一些客观的原因，王秀艳还没有收到过儿子的回复。对此，王秀艳说她理解儿子，20多年亲情被隔绝，儿子同样需要时间来抚平内心的伤痛。他期待儿子有一天能重新找到归家的路。哎呀，对人在的我们是恨的是，就是恨他，他把我们这家真的是真正的一家人散，真的是妻离子散，你说到那个程度也差不多。他的精神上现在就是，又只能我干活，挣钱是他生了妻子上的。他是人贩子，我们现在是恨的，就是把他审置一把。就我说最不该说的一句话，我都说他就是该枪崩他。他是害的我们家是真正害的是最苦最苦。如今，王秀艳夫妇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儿子能够回到儿时的故乡看一看，去见一见当年那些牵挂着他的人们。其实在很多拐卖案件中，最终被拐的孩子都选择了和养父母一起生活。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孩子做出的决定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李杰的解读。认亲，尤其是失散多年的父母子女相认，抱头痛哭的感人场面，是我们普通人善意的一种预期和刻板印象。实际上，我们也需要去理解被拐孩子的心理。首先，很多被拐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突然间冒出生父母和离奇的身世，会让很多人在一时间难以接受。其次，一旦知道被拐的事实，心中一定有诸多的疑问，心理上或多或少会去责怪当年父母为什么没有看好自己。三是，这些被拐的孩子从知道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那天起，心里就会不可避免地去幻想亲生父母的样子，相认后会有一种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心理非常敏感的孩子，他特别害怕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让自己成为周边人的一个焦点。那么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这种多年甚至几十年没有生活在一起的人，说是骨肉至亲，但实际上只是有血缘的陌生人，彼此不了解，生活习惯甚至连语言都不相通。当被拐的孩子在当地已经成家有了稳定的生活之后，突然冒出亲生父母，可能他们更多的感受是难以适应，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建议双方都降低对彼此的期待，不要期待一见面就能够父慈子孝，而是要给彼此以空间，尊重彼此现在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尝试多交流，从亲戚做起，在不影响现在生活的情况下慢慢相处，当事人可能就会不那么抗拒认亲了。其实对于冯艳君的决定，我们应该给予最大的理解和宽容，让时间来慢慢治愈生活的突变给他带来的巨大打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未必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一个被拐孩子的内心的真实世界。我们相信冯艳君的父母也是希望冯艳君能够开心快乐的生活，那份心愿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